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白衣男子赤着脚一路狂奔，后方海警跟着两名员警，即使听到警方在后头大声呵斥不要跑，男子仍旧继续往前冲，中途更摔了好几跤。带您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。你跑什么跑？你跟趴下，你跟趴下，趴好，这儿趴，听不懂是不是？趴，为什么跑？你跑什么跑？我跑到了，我跑到了啊！ 事发在14号晚间7点，当时36岁李姓桃意外急移工，行经高雄凤山区大明路时，因为神色异常被警方察觉，打算上前盘查，担心是击败漏两人拔腿狂奔，其中阮姓移工当场被警方控制，另一名李姓移工则拔腿狂奔了300米，警方在后头骑车追赶，最后才在新乐街成功逮人。全案讯后也被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，移交至移民署高雄专勤队收容。